学妹好呀。现在是8月26号晚上8:40。被教育的前一天晚上的9:50，今天晚上的10:40。学弟学妹好。现在已经11点啦，然后我们还有8个小时就可以见面了。我现在心情很平静，因为要负责写大家的名字。如果说要跟学弟学妹们说一句什么话的话，我想是带好满满的期待来深中吧。此时此刻，不止我们，还有很多学姐学长依然在为你们明天的到来而做准备。小高一们，我们明天见。教育的3天，我们觉得和你们相处得十分的愉快。在未来，我希望你能体验一些从未有过的情感，我希望你能遇见一些想法不同的人，我希望你能见识最令你惊奇的事物，也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。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，大家可以珍惜互相的缘分，然后用自己的心去感受深中的魅力。深中的生活非常精彩，祝愿你们未来3年能在这里发现自我，发展自我，勇敢追求心中所爱。在这3天的相处里，很高兴能够和大家认识，希望你们都能在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台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祝你们发现深中的精彩，活出自己的青春，诗酒趁年华。我们的未来还很长，请多多指教。感谢这3天与你们的相处，
也希望在接下来30天和300天里面成为我们不能忘记的彼此。非常好 ，yes。非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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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yes。